大家好，我是 Kiki。我们今天来到一间非常特别的烧肉店，它是可以一边唱卡拉 OK 一边吃烧肉的，新开的一间在 ATE 这边叫 Shark 烧肉店。那我们进去看一下，然后因为现在妞妞在上英文课，然后在车上妞爸在陪她，所以我先介绍这个场地给大家看一下，他们等一下就会上来。好，走喽，在这边。哦，那我们进去哦，应该是定位它的名字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哦。哇哦，你看地上有鱼耶，好酷哦，有一点像外太空的感觉。那这边有吗？我们有定位。我们今天跟阿嬷还有姐姐他们一家一起来吃。哦，不同的鱼耶，这好科技感哦，哇哦，好像太空舱的感觉，酷耶。这边有很多互动小游戏耶，就在等的时候也不会无聊，还可以踢球，你看。哦，有哦，有哦，哇哦，很酷的，这里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室内不穿鞋。哦，不穿鞋子的。好，那这边可以脱鞋子。哦，里面是这样的，然后这边是刚好是窗户，然后这边有那个点歌的，点歌，然后这边还有这个麦克风的，它有这个839或889，然后889是多了这个和牛、双酱牛跟九孔鲍鱼，那你们要吃哪一种？一问这个，一问这个。他要整个人，对，他要全部的人都是统一的。我们要来点歌喽，然后他的歌本呢，就看起来比较传统，有点像是家庭 KTV 的感觉。然后你看，好新哦，他还哦有新歌吗？真假？蛮新的吗？哦，有新歌耶，所以不要看它是家庭的那种感觉，它居然有新歌耶。哇哦，那就来点一下哦。这是抖音歌也有哎，好，真的假的？好屌哦！哎呦哎呦，不错不错。那看一下这个新歌的部分，不是只有旧歌。阿珍先唱。对，我们要有人来开嗓一下。三月份新的那个。这边的用餐时间就是2小时，然后他说因为麦克风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他都有准备这个麦克风套，有2个，然后等一下就可以使用。器都放在上面耶，你看喇叭、音响跟那个机器都在上面，还算是蛮特别的。第一次看到就是烤肉的店，然后同时又可以唱歌。所以它也是用这个萤幕点的，然后还是触控萤幕的嘛。哦，它还是原版的 NTV 耶，酷哎。然后他们会先上一个基本的火锅，然后还有这个沙拉，还有这个是鸡肉吧，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肉，羊肉的部分。对，然后它有一些饮料也会自己先上给你，然后这个汤感觉像是昆布锅底那种比较清的汤。沙拉的部分。嗯，那和风，然后酸酸，这是澳洲和牛。这种是梅花猪吧？我刚忘记。这个是梅花猪。哦，这个是梅花猪，这是雪花牛，梅花猪肉，海鲜拼盘，肉在烤咯。火锅已经煮，把菜类的都先煮下去。这个是个猪肉已经好了，看看好不好吃。妞妞跟妞爸也来了，上完课了，我们来吃一下看看这个肉。好不好吃？嗯，肉可以。这个肉图片筋比较多一点。啊、我们来吃看看那个肉好不好吃。嗯。给它加出来就不能，因为还要装蒜。来烤一个这个澳洲，哎，这是酸酱还是和牛的？澳洲和牛，我们应该来烤这个吃吃看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来烤烤看。哇，有一只喷啊，这个感觉好像好了，差不多是和牛，我们来吃看看和牛的部分，看看它的和牛。
的。其实它的肉都有先冷冻过啦，然后我放这里吃看看。要放点刀，你小心要滚下去。没有，我觉得它的那个肉有筋哎，就是我咬不太，咬不太动。我们换了一个包厢，因为刚刚那一个包厢它的那个炉子有一点点问题，我们现在换来这边。对，这一间非常非常的新，很多人还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要来拍给大家看。吃烤肉啦，吃看看它的韩式的这个煎饼，这样子，韩式煎饼。它是蔬菜煎饼吧？韩式的蔬菜海鲜煎饼。你还自己加海鲜蔬菜？可是没有海鲜，应该就是蔬菜煎饼。嗯，蔬菜煎饼。我要找我的锅巴。锅巴超多，你们觉得肉的部分吃起来怎么样？它的这个和牛我觉得偏涩一点，它瘦肉比较多。对对对。所以如果这样吃起来，我看它的牛五花应该比较好吃。唱一首吧，要再唱一首。妞妞快听不下去了，快要吐！妞妞快听不下去了。这个是那个鸡肉，刚刚烤的有点焦，我们来吃吃看好不好吃？鸡肉。鸡肉还不错，算嫩，还就是筋多了点，我觉得有点难咬。有时候海南就骨头边会有筋的、啊。就是我觉得有筋，就是咬不太动的感觉。鸡肉我刚吃是 OK， 还有猪肉也不错，猪肉也不错，够肥。够肥，够肥才好吃就对了。只要有肥就是好吃，有肥就有甜，就是甜，对，就是肥。没错，还会这样，肥肥的。对啊，肥肥的，肥肥的，还是我呢？是你肥肥还是我肥肥？有没有唱一首歌？我要再来高歌一曲了。哎呦，我们耳朵又要受伤了。肉啊，吃到目前我比较喜欢吃肉，比较不硬啊。我们来看看他九月份新增歌，九月份的新歌，十一月份的新歌，还有。十二月的新歌，这都是比较新的感觉哈。没有，妞妞是日本挂的。抖音歌在哪里？妞妞活在她的画画的世界里面。抖音被笑吗？你都不知道我是，你都不知道我刚故意唱的，怕你的版权收进去。是吗？对对，我用心良苦。OK。妞妞画不错呢，大家想要看他画电绘吗？他都自己偷偷画，都不想拍影片。吃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妞妞现在在烤马吉，以甜点雪糕作为收尾，是这个雪糕。这个戏太恶了，他反刍了，妞妞反刍啊，好可怕、哦！你太可怕了，你。我们吃饱了，肚饱眼皮松，准备回家睡觉。
我觉得它的肉就是一般平价的那种烤肉吃到饱的感觉。嗯，但是就是这种本来吃到饱的店，你不要想要求它的肉质，但是至少我觉得还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然后但是就是还可以一边唱歌，这个氛围还不错啊，自己一个包厢里面。嗯，可以约一些朋友同学啊来这边，或者是家人一起吃烤肉、吃火锅，然后一边唱歌，还不错。嗯，就是蛮特别啦。对。但是如果你要吃那种好吃的肉，可能就不能找，就不是在这里吃啦。但是你要一边唱歌一边吃，有气氛的话，我觉得可以。就是大家欢乐，就是对，这样子是我觉得是 OK 啦，因为还有毕竟还有唱歌嘛。没错。对啊，那就分享给大家。好，喜欢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